看着球，完了球来了以后再启动，晚了啊，这是第一个进退的啊，赶快啊。第二个强攻不下球啊，尤其佩岩这啊，佩岩现在已经扣了八个球了啊，扣死两个啊，所以说的啊，你这边要大胆的变啊，不要是啊光是啊平打那个啊奔这个大脚打啊，写谁线了平打的啊，最后手变一下。来，一二球。地方送你知道吧？完了自己主动拿分，不能松绑。保护啊，每个环节细致。我来防来了，我来防。保护再来，太明显了，那不就传我？来防攻防这块的，就转换要配的这会儿啊。队里集中啊，加油！亚洲，别墨迹连。
后有一个突变啊啊，没关系，大家喊起来啊！你刚才那个打手了，你们马上就叫起来啊，影响裁判。裁判不要做出手势之前的时候，你们叫的要说出来啊，他做出手势就管不了了啊！继续，大家都努力。Thank you.
重心稳定住，你才能够啊去接着球。你们的限制全是离着老远去倒，往后撤，啊，往后往上顶一步。好，重心保持稳定，然后拍在起的头上，啊，然后起的头上以后呢，啊，保持好的啊传球，啊，然后你进攻的你才能够啊有能力。现在咱们别别扭扭啊，完了以后最后到攻口那儿了，还得把球处理过去，啊，摆前保证环境。一二球。啊，你后排留着后排，你得有作用啊！我得啊，把一传接起来，我防守防起几个来。现在全没有，啊，形成不了进攻，给对方没有啊威胁，没有压迫，然后他们的啊轻轻松松打防板，你至少你得给他点压力啊！一块一看呢，一块不好了，马上情绪又没了。
送拿分的前提是主动的动作要做完了，主动拿分每个技术环节来发传过来传的，啊，每个人主动，不能靠对方送啊，上去是对方送的，送给你的。啊，这句话就开始了。再冲一冲。打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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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All right.
刚刚的你看一下，现在离这球还是太远，然后你变不出去，想到脑板里跳一下，把球保持在上边啊，你才能够打手出界也好，平打也好，才能做啊，离球太远你做不了。顶住啊！北一团的啊，取得中场的情况。自己说着，别放弃。